主料：青豆200克，冬瓜500克。辅料：姜、盐、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备青豆一份，冬瓜一份，姜5片。刷锅加水，加入姜片及青豆，煮至青豆五成熟左右，再将冬瓜下锅，加入了一勺细盐，煮至冬瓜出味即可。一份简单的青豆冬瓜汤完成。烹饪技巧：青豆不易熟，因此要早点下锅煮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